毕业季即将到来，台大校园征才企业的博览会在昨天登场了，而且当中被发现鸿海是最夯的，一天就可以收到2000份的履历呢。事实上我们看得到呢，其实年轻人呢，尽管现在哦，那么领取呢 22K 的这样子一个说法呢，让大家很灰心，不过呢看起来他们还是呢很有意愿来找工作，尤其鸿海集团哦来到这里的工作意愿是相当热烈的。